小的实在扛不动了，你当了多久的长骑兵了？啊，回丞相，小的跟你十年了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仇可断，人可亡，帅气不能丢。小的知道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气儿败了。 这是何处？丞相，武林之心，宜都之北啊。<笑>丞相为何发笑啊？我笑，我笑周瑜无谋，诸葛愚蠢。为何？你们看，此处山势险峻，乃兵家生死之地。 如果能在此处预先埋伏一支伏兵的话，我等插翅难逃。这回虽然他们侥幸取胜了，不过是一介匹夫书生而已。不足虑，不足虑！丞相，丞相，吉星啊！ 丞相刚才大笑引来了赵子龙，现在又为何发笑啊？我还是笑周瑜无谋，诸葛短智。你们看此间地势。 宛如一只葫芦口，如果是我用兵，必定会在此处埋下一支伏兵，不许多，500铁骑足矣。我等必死无疑。由此看来，周瑜、诸葛亮不过是匹夫而已，也不足成大事。 丞相同心大笑，引来了赵云；二次大笑，引来了张飞。